如果有你来接任，丐帮帮主这位子，那师傅心里这块大石头就落了地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您别着急啊。师傅，没事，没事，师傅。 不是蓉儿不愿意帮您，只是蓉儿实在怕做不好这个丐帮帮主。我就知道不行。哎，既然你不愿意，我也不能强求啊。我红七的命怎么就这么苦？你说这偌大丐帮怎么就毁在红七手里了呢？好吧。哎，师傅，我答应你。 你是真心实意答应的，师傅，您对我和靖哥哥恩重如山，就好像爹娘一样。蓉儿不敢糊弄您。再说了，这个丐帮帮主本来也是要传给靖哥哥的，不管是为了靖哥哥，还是为了您，蓉儿都应该答应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丐帮帮主可绝非儿戏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不能反悔的。嗯，不反悔。 慢点，师傅。师傅，您慢点。哎呀，没事，没事。祖师爷，你一手创立了丐帮，传至弟子洪七，可弟子无德无能，不能让本帮发扬光大。现在形势危急，只能将此重位传给蓉儿。祖师爷在天之灵。 保佑这孩子逢凶化吉，为普天下受苦受难的丐帮众兄弟们造福，为饱受战乱之苦的黎民百姓造福。哎，赶紧把那打狗棒给我拿来！快点啊！哎，给我！哎，跪下。 洪七，丐帮第十八代帮主，现将此打狗棒传给蓉儿。蓉儿，你就是丐帮第十九代帮主了啊！快快快，谢过祖师爷！哎，第十九代丐帮帮主黄蓉，谢过祖师爷。 这下好了。